我就说一件事情，我在江镇做个助理教练，你们两个比较都要说小毛为什么要回来，我0.5场的出场率你们都没帮我搞定，我帮你们办多少事情，你们两个傻逼敢说话吗？吴京为何小李子，吴京为舞蹈说小毛是谁让他回来的，小毛不能直播的，我他妈的就听着直播，我干你！你们从来没有教过我足球啊！你们只有陪我喝到四点，喝老酒啊！以前陪王建清，现在陪周俊成，这是吴金贵的团队的第一把手李成明。以前他王建清。